去年接连爆出丑闻的加密货币领域迎来分水岭的重要时刻，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立场大翻转，正式批准受监管的比特币交易所指数基金 ETF 上市交易，大部分产品预计最快在星期四开始交易，而这项重大决定无疑是给了加密产业一剂强心针。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星期三批准11份分别来自黑岩集团、方舟投资和富达投资等多个机构的申请，发行的交易所指数基金都能够上市交易。渣打集团分析指出，单是今年交易所指数基金就吸引了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投资，未来5年投资额可能逼近550亿美元，折合大约2555亿令吉。这一次亮绿灯显然是美国政府进一步让比特币合法化，但是有专家警告，这种毫无价值的金融产品没有合法用途，这项决定根本是历史错误。